后有人带我出去就好了。有人规划很幸福哎、欸。嗯，他们规划还有开车的。对啊对啊，什么都是很幸福哎、欸。嗯，出门就是有一些不能预期的事情啊。对啊，自助行都是要随机应变。没错。快到了，对，快到了。我不喜欢听到这种个弯就到了，真的是整个弯啊！你看，大陆都这样子讲，整个法夹弯啊，没错，神木在这啦。大陆都说再拐个弯就到了，结果要走很远。拐个弯，不需要要拐几个弯，就算拐个弯。哎，这样我们真的是还可以再吃一个片吃。我们现在应该走半个钟头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11:30才在那边集合，现在才40分。对，我现在停车场。不，我们下山会比较快啦，除非我们停留下来干什么？对啊，天池很短，而且天池比较值得看。我不知道这个神木我没看过，神木怎么样值得看？可是我们这样已经省了一段路了。对啊，皮产业步道都很美。已经拐弯了哦，转个弯喽，前面哦，就是那棵吗？张开眼睛看看在哪里，好像是前面那个有围栏那边是不是？有围栏，啊，就这棵哦，不会吧，神木呢？神木这样子感觉它的腰围有点太细，没错吧？对呀，拿出来看看是不是这棵。围起来的那哦，这个是大颗神木哎、欸，对，围起来那颗，后面那颗、神木，就这颗啦，哎呀，这颗、大颗哦，腰围够粗了。这颗，哦，到了，哦，来这边拍，这个地方，这个角度拍吧。这是什么？雪山神木，林 K， 是他吗？雪山神木是他吗？应该是这个没错吧？就他，这是写林 K， 就他，对呀。他准备要接我们上去是吧？他说要有救援的，救援了哦。转个弯就到了，转个弯就到了。对啊，你们怎么走那么快？你们走很快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们还要聊天呢、欸。我上去绕了一圈下来了，你们就到这里。这林店哦，对，上面是林溪，这是神木，可是上面有纪念碑。哦，纪念碑，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嗯。50公尺，13公尺，4公尺，1400年，4公尺，顶天拔地，哦，哇，臭不臭，嗯。Good. 哇，这神木还这么高啊！好高，50公尺，50公尺啊！耶，对呀，50公尺我也爬不上去啊！还长了1400年哦！因为你根本不用蹲着，站着都可以拍到整棵，真的站着都可以拍。你看，这块太直了。还有纪念碑。
他今天杯感觉好像很短。再过去是训练员工纪念碑，还多远？感觉好像很短。160公尺。就这样绕一圈，然后又回来。可是他是绕一圈回来，他不是走原来的路哎，可是这里没有看到另外一条路啊。上面吗？可能是，可能是。好了，那就走走看。要走吗？走那160公尺。不是留时间去天池，也可以啊。对呀、啊，那这是一个纪念碑、那就来走吧。有厕所了，看谁要上厕所。后面一点，这边就可以整个开进去。